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96面，496面。倒数第二行啊，这是一段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念起。次者，引净土论啊，净土论就是往生论，为菩提心，即愿成佛度生。摄取众生往生净土之心，此心初看四教前心易于发起，实也不然。盖以净土往生法门，实为难心之法，信心未生，何能发心？啊，昨天我们学到此地，这是一段，而且呢非常重要。啊，修净土，这一生唯一的希望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如果对于往生的道理方法不清楚，这一生就免不了要空过了。像这样的机缘在过去无量劫中，我们有理由相信曾经遇到过。啊，遇到过怎么样呢？太大意了，疏忽了，啊，把机会错过了。经无量劫到今天呢，又遇到了。啊，这一生再错过，又要经无量劫，无量劫轮回生死之苦，说不尽啊！啊，如果我们了解事实真相，不愿意再受轮回苦报了。啊，我们下定决心，在这一生当中啊，希望成就。啊，不希望再等下一次了。那这个几句话就非常重要。啊，一定要发愿成佛度生，要发这个心。啊，我决定要成佛。我决定要帮助苦难众生啊，这就是所谓度众生的啊，我要发愿度生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净土法门介绍给这些有缘众生啊，他们一生才能成就。人生苦短啊，几十年寒暑啊，一弹指就过去了。啊，只有到晚年，才有深刻的警惕。
啊，我活了85年，回忆童年就像在昨天一样。啊，真的一弹指，80多年过去了。啊，人还有80年吗？不可能啊。啊，明白这些事实真相，你就真正会掌握时间，勇猛精进，这种殊胜的机缘不能再失掉了。这个文里面说到这个发愿成佛度生，好像比起净土论前面讲的三种菩提心来得容易啊。前面讲执心、身心、大悲心啊，这个地方只讲我愿成佛，我愿度众生。啊，其实愿成佛度生就是无上菩提心啊。啊，这个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所以的是其实际上也不然。为什么呢？净土往生实实在在是难信之法了。难信你还没有能够真的相信，你怎么能发现啊？这说明发心呢不是一桩容易事情。啊，但是我们看到许多这些乡下农村的阿公阿婆，他一劝他念佛，他真相信，说西方极乐世界好，他真的就想去，就发心去了。啊，往生的时候瑞相稀有，啊，弥陀来接引，他真往生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回事情？我们要明了，这个不偶然啊，不是农村的每一个阿公阿婆都能往生啊。啊，也是千中一个，万中一个。啊，这是过去生中曾经修学这个法门，功夫都很不错。临命终时一念之差，哎，没去得了。啊，这一念之差呢，就是情执难断。啊，舍不得家亲眷属，只要有这一念起来了，阿弥陀佛就走了，不再见你。啊，那我们修净土的人要注意到这一点呢。什么时候放下？平时就冷淡，临终就没有挂碍。平时这个情执很浓，临命终时就靠不住了。啊，爱不爱家人呢？真爱。往生到极乐世界是真爱。暂时把亲情放下，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你的家亲眷属无论沦落在哪一道，你都看得很清楚。啊，他什么时候得度因缘成熟了，你就会去帮助他。啊，
得度因缘成熟，真心、真愿、真放得下，就三个条件。这三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。啊，记住末后日真放得下了。啊，如阿弥陀经云：“十方诸佛称赞本师，就释迦牟尼佛，于无著卧室，为诸众生呢，说是一切世间难行之法。”这真难行呐！啊，难行能行，这叫可贵。啊，这就能成功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像前面善导大师教导我们的，啊，知道娑婆苦，你真认清楚，这个地方娑婆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看人，就是这个世界太苦了。你真能够忍受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一般人不能忍受，你真能忍受。啊，叫堪忍呐。啊，娑婆极乐是真乐。一切世界的苦事，不但没有，连名字都听不到。你就知道极乐世界多么清净啊，在清净庄严佛对于世尊的赞叹是无比殊胜喜悦啊，因为唯有这个法门才能够度脱像现在这个社会无著卧室啊，人独造无逆是我啊，遇到这个缘呢都能往生，这个不可思议啊。有本心独留此精品，啊，里面有这四句经文：若闻是经，就是无量寿经。啊，你要能够听到这部经，信要受持，你听了就能相信，你就能接受。你就能喜欢，要是喜欢，你就能受持。啊，受持着，你能够真干。啊，依教修行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。我们今天遇到了，我们信，我们欢喜，我们依教奉行。不容易啊！他说难中之难呢，无过此难，在我们想想好像不难嘛，我们很容易就接受了嘛。其实不然，你看看今天世界上将近70亿的人口，几个人遇到佛法，遇到佛法里面人几个人遇到大乘，遇到大乘的人几个人遇到净土，遇到净土的人有几个人真信，这一重一重的淘汰，淘汰到最后啊，真的没几个人，这才知道啊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那我们是难中之难里头的一个。那为什么我们能成为难中之难当中的一个？那是我们过去生中跟阿弥陀佛、跟极乐世界结下很深的缘，这一生当中遇到了，就一见如故啊，就非常欢喜。过去没有那么深的缘分，不行啊。这是我们看到的，我们同学当中几个人真心，几个人真感。你说他不信吗？他挺相信。你说他相信吗？他对这个世间留恋，他决定放不下。这就是难中之难了。从这些地方呢，我们就能体会到我们的善根比他深厚。世世的善根他不如我们。才会有这个现象啊。是名能心净土，实是一切世间难中之难，真的一定不假。一切世间是讲十法界，扩大讲就是十方法界。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，于此难信能信，思及大智，这是真实智慧，这不是知识。知识分子不一定相信，真正有智慧的人一定相信。有智慧的人这一生肯定得度。世出世间，唯此一世，真正是大事因缘。其他的全是小事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顺此信心，发成佛度生同等净土之愿，即是发菩提心也。顺这个信心，从信里头起愿，从愿里头起行，这叫顺此信心。发出这一生当中要成佛，要普度一切苦难众生，同生净土。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呐！但能真实信受，自然能发如上之心。是又为净宗之殊胜方便啊！菩提心在修学大乘当中，真不容易发。修学其他的法门，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像起心论上所说的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真不容易发。这个心一发就超越十法界了，就是发生大事了。这个心一发就成佛了。菩提心是佛心呢。
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忍和尚方丈时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菩提心才发出来。那么你就想想，神秀大师那一批人跟忍和尚几十年，有没有发菩提心？没有啊。你才知道这个是真难了。那么净土宗比他发的容易。净土宗只要你真信，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，去度众生，这个心就发了。所以这个文里就说啊，是又为净宗之殊胜方便了。比起其他法门，确实是方便。如弥陀要解云：“深信发愿，即无上菩提。”这欧维大师说的。那这两句话，印光法师赞叹到极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古来祖师大德从来没这么说法。所以很多很多人对于一些阿公阿婆念佛往生感到无法解释，为什么呢？一定要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些阿公阿婆阿婆只有一向专念没发菩提心，他怎么能往生啊？欧耶大师说出来，深信发愿求生就是无上菩提心啊！你要问这些阿公阿婆什么叫菩提心，他不懂，什么叫知心深心回向发愿心，他也不懂，他都不懂啊！你问的这个法门想不想，真心想不想去，真想去，那这就是发心啊，真心真想去就是无上菩提心。欧耶大师第一个说出来啊，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解决了啊。所以印光大师称要解是弥陀经的注解第一，这排名第一。啊，很多重要的意思古人都没有说，欧耶大师说出。啊，譬如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，念佛成佛的，这古人没说过，也是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说过的，他确实指出来啊，真的有经文。那我们一般人读经都疏忽了，没有注意到啊，他给我点出阿弥释迦牟尼佛成佛是念佛成佛的。是以念佛之人呢，必以早生心愿呢，是皆菩提心也啊。身心切愿不能迟，迟了将来就产生障碍啊，就有麻烦了啊，赶快啊，建立坚定不移的信心，决定求生极乐世界啊，在这个世界完全随缘，住一天很好，住一年也好，无所谓，时时刻刻准备往生，这一点很重要啊！不要等，我要等哪一天，等什么时候，不可以
啊，有这个念头，就是烦恼习气夹杂，将来会障碍你往生。啊，念念想去，这个心殊胜呐，天天想去，啊，我在讲习当中也劝勉我同学。啊，每天晚上你都要睡觉，我躺在床上一躺下去，我就求阿弥陀佛来接引。啊，我天天求他，没有一晚不求他。啊，哪一天真来了，我求到了，啊，佛就带我走了。这就说明对这个世界样样放得下，没有一丝毫干扰，不受任何影响。啊，就这么一个念头，啊，念念求生净土啊，就这个念头啊。下面第四段问答解释。啊，这个问答是假设的，当然也真有人呢有这些疑惑啊，问曰：备修万恨，能感菩提，得成佛者，何故？诸法无形经云，这是举经做例子提出他的问题。为什么无诸法无形经里头说，若人求菩提，皆无有菩提，世人愿菩提，又如天与地啊？为什么佛在《诸法无形经》上这样说？备修万恨，能感菩提，得成佛者，这也是佛说的。那佛说这两句话完全相矛盾了。啊，佛怎么会说这种话呢？这就是怕看经看多了，佛在这个经上讲跟那个经上讲完全相反的，这个经里面讲有，那个经里面讲空，这怎么办啊？要知道诸佛菩萨说法没有定法可说，这个人知者有，佛跟他讲空，破执着嘛。这个人知空呢，佛就跟你讲有，破有执。啊，最怕的是佛说空你就执着空，佛说有你就执着有，佛渡不了你了，那你就没法子了。啊，佛是为了破执着的，所有一切法都叫做善巧方便啊，佛无有定法可说，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相啊，现象说法都不是佛的意思，谁的意思呢？众生的意思。佛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你想佛来跟你说话他就现佛身，你想菩萨跟你说话他就现菩萨身啊，你想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啊，你想他现，你想是有心，他现是无心，无心啊，无心能应啊，
你是有什么样的疑问，这是你想啊，佛菩萨给你说法是无心啊，决定没有通过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决定没通过啊，完全是自信自然的回应啊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这些问题却没有了啊。我们看下面的解释，是曰：有人根据诸法无心经中所言，若人求菩提，皆无有菩提可得。啊，此求菩者呢，求菩提这个人呢，他是原力与菩提，如天与地之相隔远。啊，这经上讲的没错啊。既然如此，经云何修万恨能得菩提之果而成佛也？以下作答啊，下面呢再给你解释啊。我们看下面解释：菩提正体，离无求相啊。菩提是什么？菩提是正觉，正等正觉，菩萨的菩提，无上正等正觉是佛菩提，正觉，正等正觉，无上正等正觉，都是自心里头本有的，你到哪里修？华严经里面佛对我们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，这就是菩提啊。如来的智慧是什么呢？是无上正等正觉，皆有啊，人人皆有啊。你自信的有，你求什么？理上讲，你求就错了。你本有的求什么？啊，本有的今作相求，就是作相，就是着相。你着菩提的相。啊，无论是你做正觉的相，或者是做了正等正觉的相，啊，无上正等正觉的相，你着相了，着相是凡夫啊，着相是迷啊，啊，所以说不当离识。你跟实际的理啊完全相违背了啊，所以用比喻说，你跟菩提距离是越来越远了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是故经言菩提者，不可以心得，不可以身得，这个心是妄心啊，你自己以为有个心，这心是妄心。啊，我们凡夫以什么为心呢？能够思维的，能够想象的，这是心。大家都是这么认的。这个在大乘教里叫第六意识。啊，第六意识分别。啊，这是什么心啊？分别心。啊，这是什么心啊？执着心。这是什么心啊？妄想心。错了，全错了。啊，正是古大德所谓啊，
你错用了心呢、你怎么可以用妄心呢？妄心跟妄相应，妄心跟真不相应。这佛在经上讲的好啊，妄心能圆，对外能圆虚空法界，对内能圆到阿赖耶，因为都是虚妄，虚空法界是虚妄的，阿赖耶也是虚妄的，妄心能圆阿赖耶，他能够了解阿赖耶，他不能了解真的。菩提是真心，自信、真如，法性，第一义，这是妄心决定圆不到的。所以你就错了，真正是错到底了。那真心，我们想见真心怎么办呢？真心把这些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所有妄心统统放下，真心现前了，你就见到了，这真的啊，那就不是妄的。妄的放下，真的就现前，不要去求，你一求就坏了。古大德说得好，只要把妄心放下，妄想放下，真心不求自得。因为什么？它本来就是的。妄的放下本来就是真的。妄的放下再去搞一个真的，那个真的又是妄。大乘经这些道理讲得很多，讲得很清楚。所以般若经上讲，不可以用心去求菩提，也不能用身去求菩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。如果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，再跟你讲，可以用心的菩提，可以有身的菩提，妙啊，妙不可言啊！这个里头要很细心去体会。所以下面讲，行人若作相以求，这个行就修行人了。指我们现在正在修学一尘菩提之果，我们心里真正以为有个菩提之果，有求菩提的方法，这是什么？这叫法执，错了。即是作相，作相是作相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八相成道，给我们做榜样，用意非常深呐。他19岁离开家，他不离开家，他是王子。继承他父亲的王位，这就是说把世间荣华富贵舍弃了，放下了，这放下了烦恼啊。他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好事情，这顿烦恼一大堆呀。19岁离开家，给我们表演的是放下烦恼。你看，放下烦恼之后出去求学，学了12年，19岁学到30岁，
啊，所有印度所有的宗教都接触了，都学过，所有的学派也学过。啊，30岁这一年，啊，学了12年，把12年所学的东西统统放下，那就是放下法执。啊，19岁离开家是放下情执，放下烦恼障。啊，30岁这一年在菩提树下入定的时候，把12年所学的放下，放下法执，放下所执障，两种障碍都没有了，这明心见性啊！这个表演意思太深了。啊，我们现在求学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像释迦牟尼说，广学多闻，但是你要能放得下，你要执着啊、哦，你所学的那个东西真的，那我坏了。啊，学的那些东西有什么好处呢？知道世间人想的是什么玩意儿啊，而自己呢，自己没有，那自己不受不干扰，不受影响，这叫大英雄啊！别人做不到的，你能做到啊！啊，二障破了。所知障、烦恼障都破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所以东西可不可以学？可以学，不能着相，不能分别，不能起心动念，这样去学就对了。啊，如果你要着相，错了啊！学是什么？你了解世间有这么一种事情，有这一类的众生，将来说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度他们？是这个意思啊！世间人烦恼呢，有烦恼障种，所知障轻。有所知障，这个重的烦恼障轻啊！你像世尊面前两个例子，阿难尊者烦恼障重，所知障轻，阿难智慧高啊！啊，所知障是轻嘛？啊，轻之重。释迦牟尼佛灭度他还六眼泪。情之中啊，富诺那尊者是阿罗汉，烦恼障轻，他真的是阿罗汉。所知障重，听经听不懂，不如阿难。这就是眼处根性不同啊，众生根性不同。必须二障两种烦恼统统放下，你才能见性成佛啊！所以只要着相，着相求啊，自立于离体之实际，故云不当离实啊！你跟自信呢相违背了，要晓得自信是什么。自信三种现象都没有，自信那个心是清净寂灭，怎么可以有东西啊？不但没有烦恼，也没有所知啊，所以般若之体叫根本知是什么呢？般若无知，无知是根本知，它起作用呢，无所不知。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无所不知从哪里？这个
一切智慧，无所不知是从无知来的。那你要把这个所学的要是执着，你就有智了，有智就有所不知。你没有学过的时候，你统统不知道。如果是般若无知，没有学过的统统都知道，这才叫智慧啊！啊，没学全知道啊！啊，知者有，甚至有学，学的还不够，还不知道。啊，学了未必完全知道，未必是真正知道。啊，那我们就晓得了，清净心跟广修多闻哪个重要？清净心重要，广修多闻不重要。广修多闻要是有执着，就发执，变成所执障，障碍你明心见性。啊，这是佛法劝你放下的。啊，可以广学多闻，决定不能执着。啊，广学多闻里头的变化很大，非常复杂。啊，千变万化，啊，我们以这个语言来讲，做例子来说，啊，语言过去老师给我讲有三种，啊，第一种，那个语言很正确，定中见到的，它入定。定中见到的境界，那非常正确。啊，那么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，是以数学理论推断，像易经，啊，那是用数学来推理，啊，推到某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啊，第三种呢，那是灵，不是你自己。外面的灵跟你有缘啊，借你的身体来宣布的，这个三大类啊。三大类里的是以自己定力的时候是最可靠，但是定力他所看到的，你不知道，他所看到一年以后的事情，是今天一年以后，过了一年之后，是不是有的就有变化了？啊，他所看到是今天的，啊，是时间完全相同的，啊，看到这个境界，真过了一年之后又不一样了。要晓得这个东西是人心的念头，人的心念头天天都有加减乘除，啊，善念多一点，恶念多一点，那天天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外面境界它是从念头转的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语言只是一个概略，不是一个很仔细、不详细的。那个不是的。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可以做参考。不能是十分确定，那你就错了。啊，不可能有十分确定的事情。我们从还原观上讲，刹那变化，刹那刹那的从来没有相同的。啊，整个宇宙都是从人心念头出生无尽，这一句话讲的都好啊。啊，变化无穷啊。
人念头转好了，他就坏的就变好了。啊，人念头变坏了，好的境界就变坏了。啊，这就叫做风水轮流转呢。啊，风水怎么转法？随着人心转，人心好，这个地方山河大地坚固，什么灾难也没有。啊，预言的时候看到的那是什么？那个时候看到的这个事情啊，那今天的时候人心不一样了，产生变化了。啊，若不是地上菩萨了，只能做参考，啊，不能用它来做决定。啊，对治的方法，那就是文若无闻，我听到这些话就像没听到一样。啊，不受他的干扰，不受他的影响，提高自己的警觉。啊，警觉提升之后，我们的思想行为就变了，变什么呢？变得纯净纯善。啊，纯净纯善，把不好的那个这个境界通通都把它变好了。这个语言对我们就有大利益了。啊，大好处啊。啊，不管它是真是假了。啊，提升自己的境界。提升自己的德行，提升自己的智慧，那有什么不好呢？啊，都是好事啊！啊，连美国布莱登都晓得，你看，弃恶扬善。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那这跟我佛法讲的一样嘛？没有两样嘛？不但灾难可以化解，而且会把社会、把地球带上更美好，啊，越来越好。读书明理呀。学佛要开悟啊！啊，不能学得越学越迷惑，那就错了。好，我们看下面一段：今者，虽知修行妄求。这佛告诉绝对大多数的人都叫他先从着相，先从立相，做不到，太高了。啊，教初学就要教着相。啊，着相就教他什么？教他断恶修善。啊，真的有善有恶。啊，跟你讲这些。这些都是没有离开六道。啊，在六道里帮助你不堕三恶道，啊，帮助你保住人天两道，啊，你不堕三恶道，啊，这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人天德行具备了，再帮助你提升，超越六道。一步一步的来呀，啊，帮助你上第一层楼，告诉上头还有一层，再上去看看，
到第二层，上面还有三层，啊，一步一步的诱导你向上提升，啊，这是教导中下根性人用的方法。若是上根立志，那就不用这个麻烦了，就直接告诉你最高层。那能不能上去？能，你有能力上去。